要拍新农村广告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拒绝的。我跟导演讲，我拒绝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头发。导演跟我讲，拍我家的戏，头发很黑、很亮、很柔。加了一个月的戏之后呢，头发光。后来我经过，也知道他们是假的，是化学成分的。就算能每天跟着加的气，加了的气，头发装装装，观众的碗是和不加的气，头发都不油。我的头发乌黑浓密，因为我加的气。我用完之后根本没有这种头发，这就是我用的洗发液。我的洗发水特地加的气，拍的时候根本没有这种头发，假的假的。